goodbye。 No no。 那明天啊，那感谢一代富人因为良心啊，那这个带动下台语平台做出来，啊，今日结论非常的好，啊，不过来台湾是吧？啊，感谢。我们分析主席陈阿生，陈主席是隶属我们新庄分会，同时他担任我们新庄会第29届会长。在会长任内，除了有二人的社会服务，同时他拥有800万的社会服务金，因为那一年将近有800万的社会服务金，可说是我们新庄会指标性的会长之一，所以我们都称呼他为大哥大会长。他会长毕业，会长做完以后又全心全职的投入志工系列，夫妻同时成为实际的荣董。大家知道当荣董，荣董要兼多少吗？啊，一个人100万，两个人加起来就200万啊，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肯定的师友。我们用掌声来看好不好？十二，结束会议，请主席，民众先不闭会。谢谢林秘书哈，今日哈，我合成讲话啦，讲较无好的所在，来原谅，然后就我手啊对吼，不只讲话，拢讲无讲袂过了啦，他较无讲话。小辉公司帮我完成一下，谢谢大家哈，今天大家莅临了哈，今天哈，今天国际狮子会300BNC 2010年度第十三期第七分期第四部分会议委员会委员晚会成功，同时补充介绍贵宾。